为什么？稍等。OK。ヘルポッド射出シーケンス開始。全搭乗員は速やかに持ち場についてください。啊，他说带毒枪是不是这样吐？我忘记了。你有病吗？上次我带毒枪打的不就这样吐？忘记是不是了。上次我 狂用毒枪的那盆，妈你有毛病！哎，带个猛男机枪，其实可以带个液体。No。下次我们打这个带液体，你把盾打掉，然后用液体补。模拟诸神之战。十个盾牌老牛能不能打赢一个神？这玩意儿叫什么？什么这玩意儿叫什么 ？Total Accurate Battle Simulator。啊！我知道那个游戏，哎，这游戏真好玩。Total Accurate Battle Simulator。这名字挺恐怖，这名字听着就搞笑。来啊，重新开始计数，最好记录十一次。喂，他把这个跳包挡住我的逃跑的路。上西天，哎哎呦，为什么我会透过光墙打到你？因为你是该死的轰。
能赢。不是很赢血啊。想着这雷哥这么重，应该打不到了，不想他炸了，真烦。来来来，留着抢，等等真话离场了。哎，哎哎哎哎，这怎么走着走着他妈他自己爆了？我看着你踩上去了。站在这两颗雷中间，在这儿瞄。小轮椅，哎，要不等你给中国离场，没事，打，待会就是你。过得越久，我注意力越不集中。
刚那个雷是不是把那个地雷引爆了？不知道。哎呦呦！胆子这么大，哎呦！ 要 cover 了，兄弟，我知道了。你要 cover 吗？你才 cover 呢，所以你没看到我就一直就没跳过吗？这我可以 cover。哎呦，我踩到了那颗雷了，我没踩到，你也换光。CMCs 里面还可以养猫。 四面八方，我看到了。哦！哎呦我操！哎，正好。 两次，哇！没事，我还能跑。给我钱，进！嘿嘿，敷衍。太冷了，切了。哦，不好，捡回了，捡了个双包。 死两次还行。
写死。等会儿突然转向掉下去。Yep， 像上次一样。自己默念九秒钟九个数，自己默念。哎呦！我操！往前踩雷，真的真的要命。哎呦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勾引勾引他，调戏他。不对啊，这球明明就没有碰到那颗雷，为什么就炸了？那是这样。哦，这两个都是一血轮。哎，是啊。不完全是，有的时候盾会帮他们吸收100%的伤害。他一血轮鱼得在他出生时还没有盾的时候把就把他打掉。我操。哎。我操。我都有时间。感觉我反向要结束了。这一次就是这个时候对。Nice， 哇，这反向，你看我这反向抓的好吗？喂，跳过来吧。我操！我他妈这光枪把我推到轮椅去了。拿起一大炮，哎呦我操，真要命。我操！
绝对没有落到那个雷上，那个雷为什么会炸？ 13次，我操！好烦啊，他没戳出电球我就死了，贼傻逼他妈的！ 臭鸡了！他每次都这样，我站他面前，他妈的，他不把电球戳出来，然后电球直接炸了，操他妈的！手雷，快！他不把炸弹造出来，炸弹就炸了，是他妈什么垃圾东西？操他妈！哇，360比330还要。 要几组雷？333，2。完了，那搞差不多。哇，你这属于轮椅房啊！我的天，轮椅空卡。 你这图纸的轮椅房子。嘿嘿。 追我，但我怎么都打不到那个电球。哎，这三加级，这两个光枪一个都打不过。要不是雷不够，我就往那光枪扔4。2，2，2，3。 死了6次，哦不，死了7次，你还有死。
我应该没吃到反向吧？吃到。呜，敌人扔外面去了，我看懂了。反向墙外面有个地雷，这里有个轮椅。哇，你我吃了最外圈的轮椅的反向。哎我操！这有个傻逼。他走了，马上结束。哎，偷袭！你这可太妙了，被反向了，然后扛将，我操！嗯。蹦！哎呦，这比狠是吧？我他妈要解激光大炮，不是跳包！臭鸡巴虫！又被死他了，我哎呦完了，我没子弹了，我没子弹了，快快快，我操，没子弹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这是什么好立场，快点快点，走走走走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不管你了，我不走了。这是什么好立场，我操，外骨穿到悬崖边上。九次哦，可以九次记